迎你回家。今天我没赶到机场接你，抱歉啊。什么事儿啊？送我。我。哎，你看今天是吧？你刚才不是说好了？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不，大小姐，我没惹你吧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您这是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文言一回来你就换了个脸。人前人后躲躲闪闪什么劲儿啊！我什么时候躲躲闪闪了？你就躲躲闪闪了。不，你真的冤枉好人啊！我没冤枉你。也是啊，咱们俩什么关系嘛？至于在人前人后躲躲闪闪吗？是吧？我真搞不。你把送我戒指时候说的话再说一遍。在这儿？对啊。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你那么庄重的话，你在这儿怎么说？此一时彼一时，我就是让你现在说。你这样，你让我很尴尬，你是吧？我还让你尴尬？我叫你下来是帮你缓解尴尬的局面。又要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吧？要不你喝。闺女，该吃饭了。哎，走。哎，闺女，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呢？吃饭。该中考了吧？我就知道躲不过。刚考完数学，考怎么样？哎，妈，你说我要是考了100分，拿个全班第一，你会怎么样？乐死呗！真的？啊。爸呢？我跟你妈一块死。那还好，为了不让你们因为我的成绩优异而无谓的去死，
我决定不考100分拿全班第一了。我考了65分。65？啊？不错嘛，从60到65，进步了。啊，这就叫进步啊！这什么标准啊？你妈当时65分。革命历史，革命历史，革命历史。还有我。妈，这次回来你还走吗？听你的意见，你是想让我走呢，还是想不想让我走？当然是不希望你走了。那我就不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。爸，我把美国那边工作辞了，受省农科院的邀请，回来跟他们合作一个项目。这次回来不走了。也不好。怎么不好啊？你不走，哎，我的作业就是做不完的了。我今儿没回来，你不是也得做功课吗？我走这两年，家里家外都你一人忙。谢谢啊。从今天开始。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儿，家里边的事儿都交给我了。你把我当外人了，哪件事我不该忙啊？现在你回来了，全家都开心。嗯，来，走。欢迎你回来。大山，高敏生听得见吗？老子想骂娘。一切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解决的非常圆满。哎，你又喝多了吧？四海家花厂的老板丁宝贵替县政府当了替罪羊。
还是算了吧，我看。有什么你就说嘛。刘忠，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，就不能坦诚点，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吗？撒一个谎，要用无数的谎言去掩盖它，这个道理你懂吗？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你累不累？你累不累？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你让我说什么？嗯？你想知道真相是吧？真相就是，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，意外的事件。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你干嘛抓着这个事情不撒手啊？咱们俩别在这瞎扯，好吧？好在还有时间，你自己把握。这么一件事情的真相你都不敢说出来，你有什么资格去当那副市长？这事儿。恐怕你说了不算吧。